大家看，这是包子，他的生活很忙碌，通常会从睡觉开始。一般睡觉的时间通常是一个下午或一整天，睡觉的地点也不一定，有时候则会睡在 A4 纸箱里面。在睡醒之后，都会在角落等待困困的出现。猎捕到罐罐后，通常都会将罐罐分撕，以方便进食。看它吃得津津有味，就知道今天的罐罐特别肥美。结束后，又会重新找个地方进行休眠。这时候是包子心情最差的时候，因为烦人的铲屎官又过来烦他了。你看包子多用力地推开铲屎官，铲屎官竟然还乐在其中，真奇怪。包子的脸上似乎写着罐罐真难转。这就是包子忙碌的生活。谢谢收看包子星球，我们下次见。